人民发财了，祝这九千国人民新春愉快，万事如意。我们在此敬愿给全国人民敬献一个三句半，等恭敬。你先晓得，我们是520官，准备鼓起马蹄烟，支持国家搞开化，他给咱搬迁呐，对，搬迁。11号令下达，国务院批准的移民规划，移民生活幸福，一定超前。对，一定超前。远方的东城乡啊，要以1599人呐、啊，要演3480亩，我们亲征。对，亲征。黄里头设计5个村，安置只有300余人呐、啊，千余人为安置。哎呀，难申请呐，得难申请。4项2计难用全呐、啊。我移民会对付、啊、我想补偿做手脚，我随意开口，对，随意开口。村干部分配移民会请调换呐、啊，划定职责无人管呐、啊，一问三不知，我一群傀儡，对，一群傀儡。该搬迁的不能搬了，不该搬的也搬迁了，完全不按政策搬了，我随便，我随便。你看那些搬迁户啊，因政策好有存款了，凑合修了几间屋啊。哎呦，你是水深火热呀，水深火热呀。产值不按手啊，平均产值是6倍，他都缺项了，对，缺项了。房屋的补偿标准呢，不按政策执行呢，丈量就是手脚啊，面积上扣钱，面积上扣钱。你看我们的茶园了，每亩收入过万元了，全乡镇的支柱产了，哈哈，好划算喽，对，好划算。你看我们苦不苦啊，每亩补了2170亩啊，茶苗全都没补足啊，哎呦，好心寒呐、啊、对，好心寒。你看我们的果园了，我们深深的源泉了，不按政策给补助啊，那是火火火。一级银补281啊，二级银补187啊，三级银补74.2啊，政策的依据，对，政策的依据。你看我们补的钱呢，一级120啊，
二季四十多一点了，三季这是八月，对，三季是八月。移民搬迁了，现在很清楚啊，先上先下都得您的啊，都要不对，都要不看我们的祝愿呢，还有自留山没补一分钱呢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小河移民大桥走不宽呢，六年之后瞧不见，死了原民七八人呢，千万过往行人流量大，行人到此往前瘫，搞了一只南铁砖呐！哎呀，好危险喽！对，好危险。没有搬迁的农户，别人在说你，水淹了大田，生活不畅都没得呀！哎呦，忧愁，哎，忧愁。农民失去生产资料，生活怎么得了啊？必备一名八斤掉啊，哭泣，对，哭泣。你们看城管呐，筹集人民币为人民币钱呐，总计资金上百万呐，你看好多钱喽，对，好多钱。公益事业没有办了，吃喝嫖赌全钱用完，亲求亲长二点火，对，二点火。家畜几十人，政策规定蛮分明啊，规划大纲很清楚，新增了一点三亿元，哎，新增了一点三亿元。带点分分来了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紧，坐下回去吧，不要紧。我们的土地不少，我们的安置补助会，我们的集体财产补偿会，新增了一点三亿元，是新增了三亿元。北派走上了上黄路，时间长达六年久，万贯小户该恢复啊，我不支持，我不支持。下级不改决，原民算白金了，精心策划，认定是毁谤，对。申请审计贪污查，这审计局强拒绝呀，申请问责，无因，对，无因。向州检察院提控告，三月后村办人办了，投诉州府无人管，贪官狂，对，贪官狂。移民左出右进，计划到北京去啊，投诉州检院，收钱，收钱。
又浅又实，心狠手黑呀，知识才进，抓了15人，对，抓了15人。我们虽然是园区啊，仍然坚信党啊，善恶终有报，我们等公平，对，我们公平。可以的，哦，谢谢大家。一夜你就筹钱，筹钱维权到北京，盼望清官能公断，老天爷啊，后来才知是场梦。2月你拍起头，上访远民说你有，一次二次还问问，老天爷，三次四次踢皮球。3月你又送状，又远又去没人管，系统包公寻常见，老天爷，衙门喊冤无人听。4月里我牛郎人在北京心想家，家在哪起你自扶你自山，三句不够。夜里就筹钱，筹钱维权到北京，盼望清官能公断，老天爷，后来才知是场梦。2月你拍起头，上访远民说你有，一次二次还问问，老天爷，三次四次踢皮球。3月里又送状，又远又去没人管，戏中包公寻常见，老天爷，衙门喊冤无人听。4月里我牛郎人在北京心想家，家在哪扶你自身，老天爷，祸事深渊能有家。5月里想挣钱，常年上访没有钱，白天想到捡破烂，老天爷，晚上睡在大路旁。6月里热难熬，有缘难生好心焦，白天奔波找领导，老天爷，晚上蚊子满身腰。